男仔玩瑜伽主要是为了第一及女，第二及仔，第三就是为了自己的身形，第四很伟大的就是为了了解玩瑜伽的另一半。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女仔咧做瑜伽咧都離不開幾個原因嘅啫，就係、是、減肥啦、收個身形啦、減壓啦，可能係改善失眠等等嘅問題。其實男同女做瑜伽嘅原因都唔一樣啦，但係其實所有嘅動作都係一樣噶。坐低，雙腳向前伸直。打开双脚呈大字形，右手捉右脚脚趾弓，左脚捉左脚脚趾弓，保持背部伸直，慢慢将肚皮贴近地下，离开动作，升高上身，重回双脚向前伸直状态。咁以下呢个动作咧，就系普遍女仔觉得比较困难嘅动作嚟嘅。面向地面，脚尖踩地，双手揿地，同膊头成一直线，先将身体伸直，保持好似棍一样挺直，屈曲手踭向后，夹实腰侧两旁，直至身体同地面平衡，收紧腰部同埋大髀嘅肌肉。离开动作，可选择趴在地下或伸直双手坐回地上。